燕老庄，你说你这桌菜啊，可以说北京城这八大楼、八大居、八大春的菜都有了。嗯，可这些菜呢，也不是先在馆子里常见的呀。这你就不懂了吧？我还真不懂。哎，说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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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，大家赶紧吃吧。 别听他白活了。哎呦，老姐姐，这饮食文化呀，就是一种吃的文化啊！边吃边听，咱们听老庄给咱们说菜，这是一种享受吧？啊，吃着，吃着。那咱给我挂你。既然大家想听呢，哎，我就给你们白活白活。 北京的八大楼：翠华楼、泰丰楼、至美楼、红星楼、正阳楼、新丰楼、安福楼和春华楼。这八大居是同和居、砂锅居、万兴居、万福居、福兴居、阳春居，还有东兴居、广和居。这八大春说的是。 同春园、大陆春、新陆春、庆林春、淮阳春、东亚春、春园和方湖春。嘿，老哥几个，今天请你们吃家宴，我是有个事儿啊，想正式的通知你们。你说。 行家一伸手，就知有没有。不服高人得死。那庄志斌，不愧是庄大名厨的少爷，这盘菜做的地道。齐菜。 慢着点，别滑倒了。哎，您甭走了，甭走了，甭走了。哎呀，刘伯，刘伯，庄老弟是重出江湖，何喜可贺呀！说心里话，我们老哥几个就盼望着这一天。哎，这醉八仙姓的庄了，好事儿啊！最起码隔三差五的，您到您馆子里头解解馋。没问题，老哥几个要是得意这口醉八仙呢，我随时候。得，哎，老庄。
哎，我们老哥几个老是惦记您这馆子重新装修什么时候开始？我们这老哥几个憋着弄个花篮舞的给您庆贺庆贺呢。等我定下日子来呀，我亲自把请柬送到各位手里，老哥几个一定得赏光啊！一水儿到，得嘞。定位也发了，向东怎么还不来呀？急什么呀？这地儿不好找。哎，我说小小，自打上次打架那事儿过后，你对向东的态度有点不对劲儿啊。不是那会儿你在酒吧骂我对他犯花痴的时候啦，骂的就是你。唱个歌就把你给迷得五迷三道的，那我看的是内在，懂吗？内在。懂，特懂。他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好看的皮囊呀，千篇一律；这有趣的灵魂呀，万里挑一。哎，我来晚了。哎，你可来了！你这再不来呀，这俩人为你打起来了。怎么了？啊？哦，没什么。哎。这挺不好找的，是吧？是够偏的，他们这怎么做生意啊？你懂什么呀？这家餐厅可火了，要不是提前预定啊，根本吃不上。先不说吃的了，这两万你收着。你这什么意思啊？没别的意思，你的请我不能白收，但是你请的酒。我一定一杯不落。行，用你这句话，今儿就跟你一醉方休。一醉方休。你说三儿进厨房炒菜去了，没听错吧？杨师傅亲口跟我说的。今天啊，斌子去厨房催菜，然后嫌着杨师傅那个糖醋里脊勾芡勾的太厚了。这一下可真的是捅了马蜂窝了，整个厨房都炸了，就跟志斌掰扯起来，拿话直接给志斌怼墙上了。跟斌子说你今天非得露一手，要不然以后就再也别进厨房了。斌子没辙呀，就只能炒了一盆糖醋里脊。他炒的怎么样啊？杨师傅说了，不管是色香味火候还有口感都是一等一的，不愧是咱们庄稼出来的，就一个字吧，服。哎呦，我就说这三儿，天生就是一个当厨子的天才。是啊，今天志斌这一手啊，真的是给整个后厨都镇住了。我今天特别高兴，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们家老爷们儿这么有能耐。老爷子，高兴了吧？终于随了你的愿。说实话，你是不是就这么设计的呀？你还真说对了，我是你呀，跟明镜儿似的。你别看这小子哭着喊着，说打死也不干伺候人的活儿，可你别忘了，他是我庄卫天的儿子，只要他一进饭馆儿，就不可能不碰灶台。就杨师傅那手艺，他哪看在眼里呀？跟厨房叫板那是早晚的事儿，只不过我没想到来得这么早。嘿，爸，我跟你说，您真是老奸，老谋深算，差点把老奸句话说出来。有一就有二啊，哈，慢慢来，这才哪到哪儿啊？给爸美的。爸，我是真是服了您了。您看，您把您的手艺都传给斌子。您要不也传我两手啊？你呀，以后还是跟你男人学去吧。得了，算我白说。吃啊，向东。你们女孩不都得先拍照了吗？对，把这茬忘了。你俩赶紧的啊。
咱发几张？六张够吧？怎么着也得发个九宫格啊。反正我就发四张，精致。什么词儿啊？各想各的呗，不许抄啊。那我先吃了啊。嗯。正法。小小，他们家老虎斑真还不错。是吧？嗯。发完了。那个。祥宗，这碗我干了，你看着办啊。可以啊，小小，平时在酒吧不见你们这么喝酒。顺子哥面前可不得悠着点儿。你们俩赶紧的，别废话，赔一个。快点儿，别吃了。来来来，向东，我们干了。我随意。随意，你随意，继续。来。别吃啊，干了。谁呀、啊？都别走，快，都别走啊！向东，我们这艰巨的任务可就交给你了。什么任务啊？咱们仨就你能把这姑奶奶扛回去，我们这情况敢把她扛回去，她不得把我们家掀了呀？那我帮她送到顺子哥那儿去吧。别呀，你送顺子哥那儿去。他爸不就知道了？是啊，他爸要知道跟我们在一块儿喝成这样，不就有这回没下回了？可是，哎呀，别可是了。多少愿望实现，才明白。真的梦想在少年，过了不惑之年，才发现真正的那个自己在少年。我的青春啊，你去哪儿了？我不想再做这人生艺术家。我的伙伴啊，你们归来吧。你醒了？啊，桌上有吃的，给你倒了杯蜂蜜水。你昨晚喝大了，一定很难受吧？我怎么跑你家来了？你昨晚喝得不省人事，你连两个铁丝也不愿意带你回家。我说把你送到顺子哥那里，他们也不愿意，就只能把你带回来了。对了，他们说统一口径，你昨天晚上住在美月家里，别说漏嘴了。才发现
正的那个自己在少年。我的青春啊，你去哪儿了？我不想再做这人生艺术家。我的伙伴啊，你们归来吧，带上我的心，一起浪迹天涯。我的青春啊，青春啊，我的青春啊。哎呀，明子老板，你再帮我想想办法吧。只要是你能把你家小院租给我，家乡村您看，哥们儿就不差钱。哥们儿，我们家那小院你见过吗？干嘛非住那儿啊？只是你们家什么房子都成，我都住了。干这么些年了啊，还头一回看见指着门租房。反正这件事就拜托你了啊。就冲戴维这执着劲儿，你也想想办法啊，也跟钱过也不去啊。没事，我展演着，展演着。服务员，买单。好嘞。先生，您一共消费835元。不是，多少钱？835啊。拿过来。八牛肉条88，松鼠桂鱼340。不是，哎，你们家过去不是这价啊？我们这价格早就做了调整了。行了行了，跟我吃饭有点面，赶紧结账。那个，哎，服务员，你能不能把我们那个10%的服务费给抹了呀？我们经常过来，跟你这老板都是好朋友。对不起啊，我们这没这规矩。这耍什么鸡贼啊？赶紧的！不是，哥，不是那个，我这出来急，兜里没这么多钱，干嘛吃的？早说呀，我这有。服务员。这个松鼠鲑鱼不是我要的啊，我也不吃鱼，刨去这个345，然后剩下的490，咱再 AA 制，那这就是我的那份165。行，那斌子老板，我今儿还有事儿，那我先走了，然后等你好消息。哎，拜拜了，哎，我走了啊，拜拜。哎，不是你，那玩意儿 AA 制啊？这时候变回外国人去了？这，还差多少？治理整顿，是啊，庄大哥，为了保护古都风貌，加强对老城区房屋的修缮和管理，提高房屋的质量和住用功能，政府下了大力，要对老城区进行治理改造，咱们什刹海地区呢，那是重点。那跟我们醉八仙有什么关系啊？醉八仙饭馆把后山墙打通，改成门脸儿。那是承重墙，严重破坏了房屋结构，而且还在房顶加盖了2楼零件。现在墙体呢，已经开始出现了严重裂缝了，属于危房。如果再不改造呢，万一塌了，那是要出人命的。大妹子，有这么严重吗？有，老姐姐，我不是夸大其词，这位呢是我们什刹海地区城管科的小周，
让他给你们说说啊。大爷大妈，我们城管科对什刹海这片所有的铺面、零件、违建都做了摸查，醉八仙的问题已经很严重了，不光墙体出现了裂缝，主梁也有轻微的变形，已经有倒塌的可能性了。而且由于急着挣钱，疏于管理，存在了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，我们已经正式通知餐厅老板于伟，勒令他限期整改，可是他一直阳奉阴违，并没有执行。我说这于胖子怎么一直拖着不改呢？感情他把这烂摊子转手给你们了。田主任，嗯，回来这事儿于胖子事先知道啊？那当然了，我们街道办和城管科都已经找他谈过两次话了。都找他谈过两次话了？嗯。哎呀，芬儿，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就不知道呢？不是大哥，我每天在饭馆忙前忙后的，是街道办城管科是来过几次，我以为就是例行检查呢。于胖子被叫去了，回来说就是开会，他没说整改的事儿呀，这事儿我也不知道啊。这整改这么大的事儿，就他不说那肯定早就传开了，你长个心眼多听听，这肯定就知道了嘛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？你说于胖子成心瞒着份儿，哪知道啊，哪了解情况呢？哎呀，行了，你们都别互相埋怨了。我说大妹子，你能不能跟我们说说怎么个整治法啊？张大哥，这个呀还得让小周跟你们说清楚吧。大爷，关于醉八仙的整改方案呢，是这样的，是先要把我们搭建的房顶给拆除，把四字打通改成门脸的承重墙重新封上，以避免出现倒塌事故。具体的施工方案呢，会由施工队来协助完成。不是，那就是说得把灵狐的门脸给封上呀？再不拆，你们醉八仙可就要塌了。找于胖子算账。老大，凤儿，哎，快去拦着他，别再出事儿。俩跟我玩阴的，三哥啊，三哥，您这话什么意思？这事还给我装糊涂？别动手！哎，于老板，我凤这三年没日没夜、勤勤恳恳的为你卖命，你早就知道街道办事处通知醉八仙整改，你还瞒着我。哎，这么坑我，你还是不是人啊？凤儿，这事儿啊，是我不对。我这也不是一个干餐馆的料，我想着把这醉八仙交给你跟你们家老爷子打理，生意能好起来。这灵狐的门都让封上了，二楼就所有的景观包间都没有了，这生意能好吗？不是于胖子，你也忒损了吧？啊，哪有这么坑我的？这样，你把钱退给我了。这饭馆我们不要了，大哥，这钱还没捂热乎就被债主给拿走了，我现在都比脸还干净，你就是把我打死，我也给不了你。装流氓！三哥，三儿，别动手，三儿，你听明白了没有？把他打死，一分钱也拿不出来。我跟你说，于胖子干这事欠揍。小心点啊，于胖子，别再让我看着你啊。于胖子啊，于胖子，真的走吧。我决定了，醉八仙按照街道办事处的要求立刻停业改造。孩子们别愁眉苦脸的，改造饭馆是好事儿，要不是政府及时给咱们指出问题，
以后真出了事儿，那咱们哭都来不及。妈，爸，我们都知道了。这事儿真怨我，凤儿，你别自责。那于胖子耍心眼骗了你，骗咱们大家伙儿。不过，这决定也是咱们大家伙儿一起做的，好，是咱们大家的；不好，咱们老庄家一起扛。三儿、凤儿，你们两个从明天起要全力配合街道办事处的施工队开始整修，把醉八仙改好。您放心吧。请进。志存。哎呦，刘会长，有何指示？那这是协会组织相关单位参加座谈的相关资料，你整理一下，把会议安排好。得，您交给我。坐会儿。啊，好。哎，志存。前两天我看你没精打采、心不在焉的，家里有事儿啊？嗨，家里没什么事儿，这身体有点不舒服。哟，哪儿不舒服？要不要去医院看一看？好了，没什么事儿了。这个劳烦刘会长还惦记。你看，你看，你这一口一个刘会长，一口一个刘会长的。我这到单位也来了两三年了，你别那么客气行不行？哎呦，您是领导，我的顶头上司，我得懂得掌握尊卑。什么领导？咱们是同事啊！啊，行，那今后我就称呼您大名，刘芬。对嘛，这样才好。哎，志存，前段时间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你了。哟，那种节目你也看？把我和我儿子乐得高兴了一个晚上，太好玩了。丢人，丢人，丢人！那有什么丢人的？我倒是觉得，我还挺敬佩你的。这有什么可敬佩的呀？至少，你有勇气追求自己的幸福啊。嗨，这话说的。哦，那你先忙。哦，哎，我的材料做好了，我给您送过去啊。好嘞。你今天请我吃饭就是为说这个？啊，我真的觉得心里挺过意不去的，我想约你出来给你道个歉。你说咱们投那个饭馆吧，出了点事儿，有可能啊会赔，但是你放心好了，你投那10万块钱，如果要真赔了的话，我一定会想办法还给你。啊，就是得需要点时间。我真的真的真的，我肯定想办法还给你。不用还了。那不成。真的不用还了？不光我的钱不用还了，你的那份也包在我身上。不是我的包你那哪成？不成，一码是一码，一码是一码。咱俩谁跟谁呀？别跟我套近乎。只要咱俩复了婚，你那份包在我身上，你们全家那份也包在我身上，怎么样？哎呦喂！够仗义吧？人家那叫落井下石，我这叫雪中送炭，趁火打劫。谁打劫你了？哎呦，只要复了婚，你们全家的我出了。哎，对，您是富婆，你把我当什么了？傍富婆的小白脸？伤自尊了？当然了。行了行了，你不是小白脸，你是老黑脸，行了吧？得，刚才我真的心里是觉得过意不去，对你，我想跟你这种人就多余。服务员，买单。好的。干嘛？吃不下去了。你看你。用死。你好，先生。啊，一共1164。多少？
1164。算错了吧？是这样，1000多。不是，这，不是。服务员，来，买单。好的。不是，哎，你给我打包，还有那份也给我打了。好的，先生。饭馆的员工没什么波动吧？遇到这么大的事儿，谁心里能好过呀？马上就要过年了，这日子口停业整顿，要不干脆的。哎呀，我知道你什么意思啊，你是想说春节完了之后再装修是吧？肯定不行，街道办事处不会同意，而且老爷子答应的事儿谁改变得了啊？我都提前做了准备，给所有人发了工资，让他们在家等着春节好好放假，等饭馆整顿好了以后再通知他们回来上班。哎，也只能这么着了。门呢？你们跟我来吧。都带着我转了20分钟了，你这是想把我带哪儿去？再往前走一段就到了吧。这才是咱们醉八仙的正门，以前那个呀是鱼胖子灵狐开的，就把这个给封上了。现在凡是进醉八仙只能从这门进。你们那边把桌子都擦干净了。孙子，他们要干嘛呀？等着我，看我怎么收拾。我们哥俩辈儿都没打一声啊，可你也没告诉我们，说你借这钱是为了盘着醉八仙呢。你要早跟我们哥俩明说，我们也不能眼睁睁看你往火坑里跳，是不是？现在怎么样啊？玩完了吧？哎呦，我的二位哥哥，当初这不是八字没一撇的吗？我也不好意思说呀，谁知道是一坑啊？我让于胖子给骗了。对对对。我不管你他骗不骗你，跟我没关系。不能让我们哥俩这钱打了水漂吧？行了，别说那么多话，赶紧还钱吧。
还钱吧。对，斌子，还我那房租，你看都四个月了，你不是今儿拖明儿就明儿拖后的，一天到晚老忽悠。哎，臭嘎嘣的，你过什么乱啊？有你什么事儿？你都请我五万多了，当初你们哥俩做这门脸，哥们儿可是看在咱俩发小的份上，没给你多要，就哥们儿这房，现在两万多块钱闭眼就走，多少人找我聊，我都没动心，我为谁啊？我还不是为你吗？你可倒好啊，欠钱不说，你还不让我说话，好意思？嘿嘿，我明白了，这哥仨是传过话来的呀。听你们这意思，我今儿要不还钱，我这小衙门是不是连门房带红白衙役就都占齐了？嘿，我说小子这话可够损的，让我给你当衙役门房，你雇得起吗？我倒不想雇呢，可不让你们在这屋待着，你们也得干。行了，斌子，别贫了啊！我六万，东爷七万，哎，还我五万，你别跟这瞎掺和，先把我们俩的十三万还上再说。从今天开始啊，我们醉八仙又可以开始营业了。凤儿，以前咱醉八仙生意多，那是因为他朝着什刹海开门，旅游的客人直接就进来了。现在可好，咱这正门离胡同口还200多米呢，谁来吃饭啊？我知道现在是难，可是再难，这饭馆也得开下去啊。生意好不好是我的事儿。我只是希望大家可以留下来帮我共度难关。都是您在照顾我们，不冲别的，就冲您，我小珍也会好好干的。我也是，我们也是，我们也是，我们一定好好干。放心吧，工资一分钱都不会少大家的。嗯，俗话说得好嘛，酒香不怕巷子深。我相信有大家在，我们的饭馆一定会好起来的。成了，什么都甭说了，准备准备，开始营业。哎，好嘞。咱都一块长大的，也算发小吧，哥几个。斌子，交情归交情，买卖是买卖，不是哥们儿不仗义。我们这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呀。得了，东爷，你要这么说，我就接不上。猴，拿去。拿什么呀？钱呀！我兜比脸都干净，我拿什么钱啊？我东直门那档子事儿，拿去吧，拿去吧。不是没钱，多伤和气啊！快点！这。你搂搂这个，你们俩也搂搂。这有什么好搂的？一破合同。爽哥，我斌子做生意从来不把鸡蛋放一个筐里，为什么管你们借钱啊？不是哥们儿没钱，哥们儿的钱全套这里了。合着你把这钱全怼这房子上了？东直门的房，大一居40平，我的了。东直门的房多少钱了？怎么也得8万吧，7万5以上。瞅瞅哥们儿多少钱拿下的，瞅瞅。5万？这不可能吧？这个白纸黑字儿，怎么不可能啊？嘿，行啊，斌子，你这把发了。哎，不是，你给我说说，这房主是你舅还是你大爷啊？怎么说话呢你？
岔开的风，带着那么独有的书卷气，飘飘洒洒着柳絮，把交错的胡同挥洒的没了俗气。是岔开的烟，有着那么热情的烟火气，轰轰火火的吆喝，把京城的金龟衔接上了地气。是岔开的冬，总有那么欢喜的剧情，兴高采烈的北风，让什刹海的冰面充满了孩子气。出息，努力做好自己，才不会辜负你。